救我，谁救我，谁救我，你好烫啊，你醒醒。哎，你别乱动，要不先喝点药。头好疼啊。疼？要我给你揉揉吗？慢点。你醒了，喝点药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光明正大走进来的，你家也不关门。再说了，要是没有本公主的搭救，你早就已经烧傻了。不过你家怎么一个下人都没有啊？你昨天在院子里躺一晚上都没有人发现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就都让他们放假了。那你家没有下人的话，我就更应该留下来照顾你了。多谢静安公主的搭救，我现在已经没事了，静安公主请回吧。哎，不是，你别动，你是真的想被烧傻吗？好像也不关你的事吧。行，那你把药喝了，我就走。我要亲眼看你喝完。可以了吧？我一个外族公主不知礼数也就罢了，柔家公主可是冰清玉洁的金枝玉叶，竟然也一大早上往一个男人家里跑。静安误会了，本宫来找沈大人是商议一些关于济善堂的事。你别在我面前装了，我可不是相信你话的大傻子。罢了，你年纪小口无遮拦，本宫不与你计较，不过你也不要玩得太野了。别忘了，你家兄长还念着你。你病了。公主怎么来了？你请回吧。为何？寒舍简陋，不足供应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在用酒给你降温。公主不必费心了，我已经觉得好多了。是吗？我看你耳朵还很红，以为你还烧着呢。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那日我说话是过分了些，可孙云谦之死确实在我意料之外。我何尝不知道你们是朋友，就算不顾及他，我也要顾及你啊。
你这病了一场，该好好补补才是。公主金尊已归，就不用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。沈大人既然知道我们公主尊贵，那应该也知道公主何时这样照顾过别人，为了给你熬汤，手都烫伤了。相思何苦，落日开不出晨曦舞。